音乐的。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自己心里有什么感觉？因为你跟男人很熟。第一个感觉就是，我其实是怀疑自己能不能够胜任。对，要办演唱会不是跟男人两个人一起做事而已，要跟很多不同团体的人做事。我觉得这两个都是蛮重要的，在这个气氛上。其实很实际讲，就是比如说演唱会每个段落的有不一样的编曲啊，有些很快就达成了，有些还没有达成，就是开始进入龟毛的阶段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单纯只是在当吉他手的时候，我想的也是整体的音乐，差别是在说我现在不能只是自己想，我把它说出来。好，那个秀秀先跟你讲一下曲目的事情。那我想他秀秀不要他那么近。我知道他对我有一种期待，这是隐性的，就是他没有明讲，所以那个变成是他会给我的一个词挂在脖上面，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好的沟通。假如你是杨乃文的歌迷，没什么好讲，因为你一定会来。你的朋友中，你觉得他还不是杨乃文歌迷，就不管他在哪里，推荐他们来看这场演唱会。谢谢。19